边懂一点呢。下雨也不怕，大风也不怕，因为我们有 Language Tower Walkway 去到 Aeon Mall。 欢迎来到我的家，这是我的 Unit 的 View， 可以看到 Aeon 的 Parking， 然后下面是 Facility。Wow, you know, IBG, 瓦力基 Woo, yeah! Hi, 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我是 Chris。So, 今天呢，我们带大家来到 Dama Equin 呢，来开箱这两个最有潜能的 project。一个就分别在 Y Equin 同埋一个叫 Equin Resident 嘅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本身就是已经在 Equin Resident 的这个 lobby 了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里的氛围。就好似成個酒店式嘅感覺，有嗰啲一碌柱啊，咁高咁高啊，同埋一噴水池啊，很像酒店五星级酒店的那種感覺。冇錯啦。那麼呢，今天呢，我們很榮幸呢，已經有 call 到一個這裡的屋主呢，來帶我們開箱一次。係啊，冇錯，屋主喺邊等緊，我哋入去咗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Hello， 呢個就係我哋邊姐，呢個邊姐，呢個就係我哋屋主啦。走走走。哇，好 cool 咧。酒店多一点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哦，其实这里的住宅都很 low density 的，很光亮啊，啱光亮嘅感觉，所以你晚上拿星也不会怕很暗很暗。shop lock commercial shop lock， 嗱，等于成排都，左边都系，右手边成排都系。哇，我们眼前就是 Aeon Mall 了咧，在 cover 嘅咧。下雨也不怕，大风也不怕，因为我们有 language cover walkway 去到 Aeon Mall。欢迎来到我的家，这是我的 unit 的 view， 可以看到 Aeon 的 parking， 然后下面是 facility， 外面那边全部都是那些白台风可以吃。So Beverly， 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给的是 marble tiles， 很漂亮。然后他有给这个 kitchen cabinet， 这里是放 washing machine 的地方。我的是三个房间，所以我就收你们。这个是 room 2， 房间全部给的都是 Tindenwood 的 floor， 厕所给的是 full high 的 tiles， 然后全部东西他都给了啦，算是 fully furnished 的厕所了。我嚟啦，雪冰姐。然后这个是小房。你仲有第三個房，唔係向嗰啲 corridor 啊咩嘅喎，都係向出邊嘅喎。嗯。哇，好光啊！這就是 master room， master room 裡面有一間廁所，廁所也是一樣 fully furnished， 它有給了窗口就蠻大一下啦。呢度全部都曬 restaurant 啊、KK 啊，乜樣行路都到啊，乜嘢都有齊曬。所以你來到這邊哦，你可以看到這個發展商的心思啦，它每一個 corner 都有這種英式的小細節的。好啦，所以剛才我們看完這個呢，就叫 Equin Residence 啊。So 是不是很美咧？係靚啊，不過靚都冇人都賣曬咗啦。不過唔緊要 ，Very Group 將會有一個 Phase Two 嘅 project 叫 White Equin 嘅，就係去隔離嘅啫。即係邊度啊？就係依度啊。这一次他们的风格呢是走大自然还有绿色化的度假风格的，对面还有 MRT 站 station 是 Dama Equin。 One Equin 呢还有一个 Camp Bay Area 6800 square feet 的 gym room， 落地玻璃对着这个50米的 Olympic size 游泳池，旁边还包围着6000 square feet 大的四个不同的 BBQ area。 住在这边的人呢，你都可以忘记掉城市里面的节奏，还得到一丝的平静。